因为我们东方人很在意就是一个脸型嘛，还有松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要让脸看起来觉得比较小、比较提升的话，事实上它你选用对的这个凝胶性质的产品，然后选在对的位置、层次还有剂量，好，我们是可以用不用太多的剂量，可以起到一些关键提升的作用。好，那这方面呢，就是像我们在帮这个赵小姐治疗的时候呢，她就是有泪沟比较严重，那我们当先做个提升，然后再做眼周提升支撑以后，再做眼周的填充，可以让她这边的线条变得比较柔顺。我们只要线条变得比较柔顺，没有很多的阴影的话呢，看起来自然就会比较年轻。那她当然她是除了做这一方面以外呢，还有包含比如说像治疗是下巴，还有另外就是说他，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额头这边比较凹陷，其实大家可以去观察哈，你去观察男生跟女生，尤其你去观察好莱坞的有一些这个动作派明星，不是很帅哥的那种，是真的很肌肉男的那种，你会发现他男生那个眉弓会非常高，好，他那个脸啊，如果说他那个发狠的时候，你会看起来很狰狞。那就是男生跟女生就是会有很大不同，男生的话就是线条会比较刚硬比较明显，那女生就要很柔和。那当女生这个额头这边凹陷的时候，会相对的显得她眉弓这一道会突出。那有的人他会连额头连太阳穴都凹陷，好像这边挂了一个发箍一样，这一道凹陷就让他这个眉弓显得特别突出，再加上他脸呢又显得比较宽，一般我们男生跟女生脸，男生可以稍微宽一点，有一点国字脸看起来很有个性，但是女生呢都最好这边的线条都是很柔和，那包括上面的这些线条也要很柔和，那这个都可以借助这个新型的凝胶式玻尿酸，它其实是蛮适合做像额头，因为我们知道额头是非常薄的皮肤的，你一定要这个玻尿酸带有很好的支撑性，而且它可以跟组织有很好的融合性，它才会自然。我们这个地方很薄，那我们常常有时候肌肉会活动啊，会抬头啊，运动啊，好，还有包含像嘴唇也是常在动的，好，每天要讲很多话，那这些地方的对玻尿酸的选择，有问题就是那个，比如说可能有客人走进来，他们就会大喊说：“你朋友来找你耶！”我就一看，公司的这是可能外国朋友嘛，然后我就会很尴尬。其实不是朋友啦，就是外国朋友，真的还蛮多的。就你后来是为什么会去想要做医美的？那你做了什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差？有啊，应该差蛮多的吧。你自己觉得差多好了，照镜子有差，对啊，有差。然后是不是真的就是像刚刚彭医师说的，以前人家会说你没有笑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凶，不是很凶。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嘴巴嘴角的地方比较下垂，然后还加上就是疲倦感，因为泪沟真的很深。你以前真的是有泪沟吗？你看那个照片，旁边的真的是你本人哦。他应该不是。现在赶快把那照片销毁，这样子，所以那真的是以前的你，就不久之前，几个月以前哦。做完了没多久哎。哦，所以那个泪沟真的看起来让人感觉累哈。就是好像就明明就是有睡觉，人家都会觉得你是不是都没有睡觉，还是熬夜，晚上都去抓宝了的。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就不知道晚上在干嘛，就看起来那么累又那么凶的。对啊，然后是可能客人就是。我连戴口罩上班，他说你都可以客诉我，那小姐脸超丑，很无奈，超无奈，就觉得就是就觉得很困难。所以你现在你原本是因为看到很多朋友他们有做一些各个部位不同的微整，觉得好像会有帮助哦，所以你就去找了彭医师嘛。先讲大趋势来讲，现在都是微整的时代了，因为微整呢，它就是副作用少又非常自然，而且现在微整又可以达到以前，因为有一些我们解密以后呢，技术的进步加上产品的更好的产品的出现，我们可以用适当的产品啊，加上配合这些技术，可以达到以前达不到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像现在呢，就是一般人都非常在意，像我们会比较看起来比较疲倦，看比较松弛的问题。那我们都就像我们以前解这个方程式一样，我们有一些这个倦容方程式啊，还有这个松垮的方程式。
我们可以借由适当的产品，就是好的产品配合适当的方式，就是在对的位置、对的层次跟对的量，那要达到提升，然后还有改变这个疲倦的，这个看起来比较疲倦的这种感觉。那你目前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目标，想要推广这个项目，是不是？那现在这个新的凝胶型的玻尿酸呢，它是综合了有很不错的提升的能力。第二个呢，它可以跟组织有非常的好的结合跟融合能力，所以它会达到非常柔顺自然，所以它适合在某一些特定的部位啊，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像法令纹的这些常动的部位，还有像我们的末纹，就是嘴角这个末纹的地方啊。另外像有些人的苹果肌也适合。那还有很特别的，就像我们嘴唇啊，像我们说嘴唇常常动的地方，这在活动的地方，你一定要它跟组织有很好的结合能力的话，它可以让这个地方，第一个有起到立体的提拉的效果，然后呢又会塑形啊，这形状很自然，而且又非常柔顺自然。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额头，因为额头虽然在我们上半脸，在我们整体的脸型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额头太过凹陷的话，有些人太阳穴凹陷会让我们显得，尤其是女性显得全眉骨会非常突出，眉骨突出就会看起来男性化。那再用这个适当的像这种新型的玻尿酸的话，它跟组织融合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额头的皮肤薄，它可以在这很好的融合之下呢，它不容易有出现团块状，它会非常的柔顺，那可以改善这个线条，让线条更柔顺，看起来更女性化。